陈氏太极拳三十六式之懒扎一。陈氏太极拳三十六式是在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的基础上精简整编而成的。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教你三十六式的第三式懒扎一。你将需要太极专用服饰、专用鞋、一块空地、舒缓的音乐。第一步，双手从右往左内旋，走立圆，捋到中线，双手变掌。第二步，身子略微往左转，双手蓬开，左手朝下，右手朝上。第三步，身子往右转，右手往下捋，左手往上托，同时提右膝，右脚落地，双手合住，肩靠，做右弓蹬步。第四步，右手逆缠往右捧，左手顺缠往下捋到中线。立右掌，呼气，螺旋下沉，做左弓蹬步。小提示，注意重心的倒换。第五步，观看整体演示效果。你知道吗？太极图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数层组合图式，一类是阴阳鱼互灸图式。